嗱，頭先休息嗰陣時咧，就呼籲下大家就係用呢個 FPS， 即係呢個轉數快26296402629640咧，就係貨金支持我哋城寨啦。咁因為咧，我哋而家嗰個 PayMe 咧就停咗嘅，其實因為要同銀行要去解決一啲即係因為嗰個嘅好多問題要處理。咁咧而家咧就係我哋仍然用嘅就係呢個 FPS 轉數快。26296640，咁你都可以寄支票嚟啦。咁下邊就係寫住有呢個寄支票嚟嘅資料啦。咁就係或者直接入去呢個我哋 Citibank 嘅户口，就係25039041302079。咁嗱，頭先我哋講到咧就係呢個黃圈啦。咁咧啱啱有一單嘢今日發生嘅，就係呢個一個即係 Facebook 上邊嘅 page 啊，就係即係杯葛 TVB 嘅 page 咧。就叫黑心電視，咁咧就收到呢個嘅 TVB 嘅律師信。佢個圖嗰佢幅圖又叫黑心電視，但係其實佢個 page 個名叫抵制 TVB 運動，請即讚好呢、這個 page 係啦。係啦，咁咧就話咧，因為佢截圖裏邊有 TVB 嘅 logo， 就要佢必須移除所有批評嘅內容咁樣。即係佢針對嘅就係人哋批評佢，但係佢用嘅手段咧就話你係侵犯佢個侵權，但我覺得冇 case 嘅，冇 case 嘅，梗係冇 case 啦。咁我覺得最主要可能佢就會走去嗰個 Facebook 嗰度搞佢哋啦。係啦，咁嗱，因為咧，即係如果係一個所謂嘅公平使用嘅原則係咩咧？喺呢個版權裏邊咧，其實佢如果係用於一個評論批評嘅話咧，評述嘅話咧，係唔存在呢個侵權，即係等於你 cap 咗我哋呢個而家呢個畫面上邊有城寨個 logo，而你唔係去即係去做廣播。而你係攞嚟批評我哋嘅內容咁樣咧，其實係冇一個版權嘅問題嘅，即係等於我哋走去翻拍一個嘅電視畫面一樣啫嘛。係，梗係啦。咁所以咧，呢個擺明就係用法律嘅手段去兇嗰啲嘅批評 TVB 嘅人。咁我覺得呢啲係適得其反嘅，或者兇盲無咯，似呢個李保安嘅手法嚟嘅，我覺得就係會一定會適得其反嘅。咁我就 repeat 一次俾呢個抵制 TVB 運動嘅內容俾大家聽先。咁佢就呼籲大家咧繼續。因為我哋要幫佢啊，撐呢個五大 TVB 五大客就要杯葛嘅。其實五大廣告商，第一位御藥堂，第二位維特健寧，跟住就係必理痛，跟住迪路，跟住 Temple 同埋維達次子。咁啊，全部都有替代品嘅，大家嗱，我唔係話有啲嘢次子就已經好大啦。次子 Temple 就係中資收購咗噶啦，維達咁咧就用可以用咩咧？用佢有 provide 嘅，其實話俾你聽。譬如Canex 啦，皇冠啦，咁啊，台灣嘅次子啦，嚇，咁啊撐到台灣嘅製造商有咩問題咧？係嘛？咁啊，必理痛我大把啦，必理痛其實只不過個牌子嘅名稱嚟啫嘛。咁你要用必理痛嘅止痛藥，咁你就去藥房，你話我要買有撲熱息痛成分的止痛藥咁應得噶啦，其實有很多牌子嘅，我覺得，因為佢嗰個專利已經過咗噶啦，撲熱息痛呢樣嘢係任何藥廠都可以生產。去旺角買啦，好多揀，係好多選擇嘅。第二 ，Panadol 係好貴嘅，其實相比起其他，咁大家知道嗰啲御藥堂、維特健寧嗰啲，大家都好少買噶啦。迪路嘅替代品就更加多添啦，嗰啲咩番鹼啊，嗰啲或者係嗰啲主要是番鹼和木露那些，是吧？其實是。是啊，所以我就說這個黃圈呢，除了是要獎勵黃之外呢，還要懲罰藍的嘛。是。那所以這些呢，繼續支持 TVB 的廣告商呢，大家就一定要，就等於我一開始節目說了，哪一個法定機構、諮詢委員會、社福機構委任那些落選的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等等這些建制派的區議員進去坐這個董事、坐這個什麼理事的位置那些呢，全面杯葛，全面杯葛。如果林鄭月娥敢去執行呢個 plan 嘅話，我覺得要曬佢冷嘅，其實。係啊，因為我覺得咧，要喂咁我交税嚟做咩先？你將我嘅公帑落去俾呢啲咁樣嘅垃圾，敗選咗嘅垃圾，仲要係變成一個政策喎。係啊，唔係個別人士喎，仲話理所當然，佢自己講理所當然，係你自己搞出嚟嘅呢壇嘢，就你自己揞水搞掂佢。你用你的行政長官的人工去傍給這些這樣的鷹犬，就你養住他做你的打手，你不要拿我一分一毫，不要拿納稅人的錢去給這些鷹犬，是用我們的錢去助養奴才，有沒有搞錯啊？真的。所以我覺得這個何秀蘭地想了很久搞這個抗稅運動，沒有一個好的發動的理由，
我就睇下林鄭呢次就擺打隻牌俾我有啦，喂大佬，寒山地上，你十你十七真係嘅打隻牌俾大家上，你十七區慘敗嘅呢啲咁樣嘅建制派，係跌到由299席跌到得翻50多席。係啊，你而家當中冇咗嗰差唔多接近200多人，你派公職俾佢撲你個街，你諗下你唔興？你養起佢哋就係諗住自己可以敗部復活，養起啲共狗係嘛，然之後繼續拉共。出賣香港人，然後四年之後等佢哋攞翻個位啊嘛，係啊，仲要派權派錢俾佢哋啊嘛，係啊，冇錯，係戰格到咁，咁即係話我哋四年之後輸硬㗎啦。啊、如果係咁嘅話、嗯，喂，大佬你根本上黑哨嚟嘅喎，呢、這個係，所以我話如果啊，一定要直情係要 send 個呢個最後通牒啊，嗯，講到明啊 ，A B C D E， 如果係嘅話，講明幾點嘅要求，如果邊一個機構去接納呢啲咁樣嘅敗選嘅人？呢啲機構全部會受到杯葛，我覺得呢個係最基本嘅。我覺得根本係，如果係社福機構講到明，你哋自己向政府反映，如果夾硬呃落嚟嘅話，你哋自己向政府反映，要唔要你哋自己決定，係咪？如果你話你唔要，政府夾硬呃落嚟，唔該你公開將呢件事公開，話俾市民聽，唔關我哋事，係政府夾硬將呢個民建聯嘅同埋工聯會嘅呢五條落選嘅蛋散一俾我哋。係嘛？你要公開呢樣嘢，我覺得唔可能俾佢哋咁樣做嘅。其實真係咁 ，TVB 杯葛佢哋啲廣告商呢個更加容易，我覺得。係。因為嗰啲我哋所謂 household 嘅用品咧，基本上替代性嘅產品多的是。嗯。佢點解落咁多廣告呢？正正係因為佢嘅替代性產品好多。梗係啦。所以佢先至要落咁多錢落去 TVB 賣廣告。而家就要掹走佢，掹走佢嘅話就係、是、你落親我就唔買。嗯。係嘛？喂，呢個係講到明嘅喎，消費者主權啦。不是講緊咩民主自由啊，唔好搬弄概念啊。嗯、我哋而家講緊係消費者主權啊。我點解一定要幫襯你？係咪先？呢、這個政治信念同錢結合，我都係最 powerful 嘅。梗係啦，係冇其他嘅方法噶啦、嗯。香港人點解要逼到咁盡啊？我話俾你聽，喂，戒黨鐵唔容易喎、啊，係因為實際上係因為已經大家逼到大家絕望啊嘛。所以絕望反擊嗰下先至係厲害啫嘛，其實。如果你不是逼到香港咁絕望，逼到香港人咁樣嘅話，根本上過去咁耐，點解發起呢啲抗税運動係做唔到？亦都係因為大家包括埋罷工啊等等，我覺得要諗噶啦，真係噶。如果你咁樣嘅方法嚟去籌容呢啲咁樣嘅鷹犬落選嘅鷹犬咧，公務員第一個要發動罷工。你想想如果你是政府的部門，不是公務員，不是有搞工會咯。上次其實搞新的公務員工會，是啊，上次諗住搞三百嗰個係咪27歲嗰個朋友，佢又話自己搞嘅工會啊嘛，而家係。唔係，同埋我覺得要鼓勵啲人大家入工會，係啊，入多啲工會，因為呢個持久戰就要搞呢啲嘢。係啊，持久戰一定要打陣地同埋據點啊。係啊，你運動戰咧，佢好容易咧個運動嘅嗰個氣氛一過咗咧，係，佢就好容易咧去將你一舉殲滅。但是呢陣地戰的意思是什麼呢？一定要據點，而且不犯法。是的，你要趁著現在有民氣支持呢，發動一些人進去各式各樣。是的，因為那些工會本身很多呢就會選出那些可能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代表啊，或者是功能組別的投票的資格啊等等，這些東西。那也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什麼呢？是要，我覺得罷工是不可以靠堵路去令到人家罷工的。因為你叫做什麼呢？就是你打擊一大片啊。嗯，打擊一大片想翻工嘅人，而令到真正想罷工嘅人，其實你堵唔堵路，佢都罷工噶啦。其實根本係係係嘛，唔會因為你堵路而罷工嘅。其實，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大家要即係諗清楚，唔係唔罷，而係罷咩咧？係以罷工委員會嘅方式組織各行各業。嗱、嗯，廣告界已經組織咗罷工啦。跟住呢個禮拜就係社工啦，係啦，社工啦，其實醫護都試過教師醫護啦，唔係你要。不可話請假不翻工，直情係罷工。Strike 嘅意思係咩咧 ？Picketing， 組織呢個罷工糾察，真係名正言順。名正言順係唔俾人翻工。嗯，由嗰個行業裏邊嗰啲人，嗯，去組織糾察先。呢、這個就係我哋所理解嘅罷工啦。嗯，嗱呢個就最後嘅力量嚟嘅，和李飛，我覺得。嗯、如果大家好多時話前線嘅人犧牲咗點點點，我哋點樣支持佢？除咗遊行之外。
其實罷工一定要其實一定要諗我。坦白講，未去到罷工嗰一刻咧，嗰、那個阻嚇力已經喺度，即係等於組織罷工已經有阻嚇力㗎啦。係啊，組織罷工，即係你等於你手頭上有咁多核彈頭，你未用，你有核彈頭已經係阻嚇力嚟㗎啦。其實係咪？產業工人罷工係最重要。啊、你睇呢個法國已經係呢、這個就係叫做不戰而屈人之兵啊嘛。係嘛？我哋就係要有一個不屈人之兵啊嘛。點樣要屈人之兵？就係而家。就要去開始組織㗎啦，著手去。唔係總有啲人話俾你聽係罷工冇用嘅，搞唔起嘅港豬，唔好理呢啲言論。係啊，由組織罷工委員會開始。嗰啲人就永遠係俾一個理由你唔去做任何嘢，然之後就等運到，或者係叫等 BNO 嘅平權咁樣樣。即係你咁啊點話走人咁啊？咪就係咯，即係呢個即係其實就係一班人，即係其實係想方設法諗啲理由叫你等運到呢啲理由唔需要理其實坦白講，即係既然冇大台嘅話咧，就各司其職，唔需要排他係嘛？即係你可以做你自己信任嗰套㗎係嘛？做咩要批評人哋啫？你如果不斷批評人哋嘅話，喂咁你不如去共產黨嗰邊啦。其實係佢就係唔想你搞嘅啫嘛。唔係嗱，因為咁耐嘅運動以嚟咧，其實。我覺得啊，就算是真正大三罷嗰日咧，都唔係一個成功的罷工。真正罷工嘅其實是當日喺機場嗰啲嘅航空管制員，係佢哋係國泰嗰啲啊，公司嗰啲人犧牲咗，佢哋最有吉屎啊，犧牲咗添好多係。我覺得唔繼承呢樣嘢咧，亦都係對唔住嗰啲犧牲咗嘅罷工嗰啲。係啊，嗱呢個咧係你攣到個要害嘅。點解國泰要咁樣去清算嗰啲人咧？就因為你攣住個要害嘅，其實真係。咁你諗下碼頭工人、運輸工人。空運、鐵路、巴士、小巴，你咁多的士罷工都引發過暴動啦。以前淨係的士罷工啊，罷駛啊，都已經引發過暴動啦。咁你諗下，仲有專業人士咧，法國而家800,000人係罷工，係專業人士嚟嘅，都係專業人士罷工啊。佢係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啲啊，教師啊、醫生啊、護士啊。這個社工啊，那類的嘛，所以其實我們更加應該支持這個金融界罷工，是不是？那金融界罷工就真的好像有以前戴耀廷所想的叫佔領中環的作用嘛，因為我們起碼就佔領中環的人心了嘛，已經其實佔領了的了，我覺得是已經佔領了的了，你看到那天在那個地鐵裡面一個休班警拉著一個小孩埋去支持這個年輕人，那兩個就是投資銀行來的，那兩個外籍人士35歲那個嘛，係啊，係啊，呢個我覺得，唔係如果你去到嗱，你以為斬四個人頭搞掂嘅話咧，我覺得咧就太過容易，俾佢過。你問最後殺手揀係乜嘢？黃利飛，我覺得就係大罷工嘅啫。係咪先？如果你唔想咁多大家喺度苦口婆心勸嗰啲年青人唔好去做呢啲即係同警察對抗嘅暴力衝突啊！會即係好大代價等等，或者不忍心啊咁樣。我覺得點解唔認認真真去籌備，做唔到一回事真係係嘛？但係如果唔做嘅話咧，我覺得咧呢個係唔應該嘅。我覺得包括如果政府係真係委任呢啲落選嘅，我覺得一定要好清楚俾一個嘅最後通牒。呢個林鄭月娥，如果你真係咁做嘅話，我哋就會發動抗水運動。我哋嘅公帑唔係咁用嘅，係唔可能咁樣用嘅。200多個落選嘅撲街，然後用公職去籌容佢哋，然後去養住佢哋4年之後攞翻個位置。大佬，你當我哋選民投票係咩意思啊？而家就係當你冇到赤裸裸地，係赤裸裸地將個民主精神踐踏到去地底嚟，而大家唔出聲。咁我哋揮霍嘅民主係咩意思啊？真普選係咩意思啊？你而家未有真普選，佢已經咁樣踐踏個民主制度啦。將來你攞到真普選之後，話佢會用盡各種方法嚟去台底交易，用盡各種操控嘅方法去控制呢個表面嘅真普選啦，係嘛？咁有咩意義啊？如果你而家唔去 stop 呢樣嘢，係習以為常，最終就會變成建制派落選嘅，原來個個升官發財，個個升官發財，係嘛？咁佢咪派啲二三線嘅人去選，然後。跟住咪乘機升官發財咯，可以。係啊，喂，佢博輸添啊！如果我係佢嘅話，輸咗有獎品喎、啊，大佬竟然。係咪全世界啊！我話俾你聽啊，軍政府都唔會惡劣到咁嘅地步啊！真係，係竟然大規模地公開承諾去籌容落選嘅政黨嘅人，係咪？如果大家忍得住呢樣嘢嘅話，我想問五大訴求我哋要嚟做乜？你問係咪啊？
你要調查委員會，即是話佢會用盡方法去 bend the rule， 呢個調查委員會是廢的。如果你要獨立調查，如果你要的是呢個真普選的話，佢就會用盡方法又去 bend the rules。然後咧印定啲選票擺喺度，道德。如果你俾佢咁樣過到關嘅話，所以我唔明點解啲政黨咁鬼軟弱嘅喺呢個問題嘅反應裏邊。喂，如果你政黨唔去聯署呢個聲明，就發動香港二百幾個當選嘅素人嘅區議員去聯署呢個聲明，然後由佢哋去發動全港嘅杯葛行動。係咪邊一個係委任呢啲人入去區議會嘅下邊嘅組織，即刻拒絕開會？你夠膽你就嚟，我覺得要用咁嘅方法嘅，你唔可以等件事發生咗先同佢談判。然後你一定要曬佢啦，話俾佢聽，我叫做有風使盡你就係咁嘅意思。如果你而家唔借個民氣反擊嘅話，係噶，係投完票兩個禮拜，大家就會接受噶啦。你仲做呢啲咁嘅撲街嘢喎？而家係你唔反擊嘅話，大家就習以為常噶咯，係嘛？即係等於性侵一樣嘅啫，摸你個背脊唔出聲，跟住摸你大髀咯，越摸越攞咯。係啊，呢個就係而家嗰個喂，佢竟然係咩？得嗰十幾個 percent 民望。我就係話佢竟然夠膽做呢啲咁嘅嘢，你諗下呢個人 ruthless 到咩地步？即係嗰種嘅無法無天啊，係去到咩地步？佢自己知唔知道自己嘅民望係地底嚟 ？Suppose 佢應該係等死嘅嘛，坐喺度，係咪？就為咗執行呢個就一定係中共交俾佢嘅任務。唔該，你幫我諗計養住呢班人。佢唔出錢啊，而家係嘛？喂，中聯辦自己養住幾千人，跟住仲要養住呢幾百人，四年喎。係嘛？五億，咁你咪幫佢籌期咯。你叫嗰啲嘅咩藍絲啊、美心集團啊嗰啲，請佢美心做經理咯，請佢做 Starbucks 做經理咯，係嘛？叫阿伍淑清請佢翻去嗰間咩啊中華基金會啊做校長咯。我覺得好似黃成志以前都試過，以前好似喺大家樂嗰度做經理咁樣話。黃成志，佢冇選唔到嗰一年，唔係發一達嘅咩？佢而家係。好大鑊，好似搬咗屋換曬車嘅咯喎，已經咁係以前嘅事啦，即係佢就係正正就因為要走啲走呢個收銀機之列，最折墮嗰陣嗰陣時就去大家樂嗰度做經理，咁所以喂，所以一以後都唔可以要捱窮咁樣，所以就做埋呢啲咁嘅嘢啦。而家就係係乜？咁既然咁多藍絲機構，你咪叫交通銀行炒咗之後，咪請民建聯都有咯。有咩問題咧？我覺得佢哋嘅生營大把啦，大佬啊！你嗰啲四即係你話四大地產商咁樣，其實你。淨係叫做係買一個廣告都可以表忠，咁你自己開多幾個位表忠都有何不可呢？其實係開啲廢人位，你自己本身做顧問又得啦。我寧願科水俾你賣廣告嗰、那個，請咗呢啲咁嘅駐米大蟲入嚟嘅話，請咗你咧，你又係政治人，你又對我間公司指指點點，等於咧係請多個黨委咁樣樣，係咪？唔係大佬，你做到嘢就話啫。係啊，你知嗰班人㗎啦。根本上就是一班嘅二打六嚟嘅，係因為掟咗埋去中聯辦嗰邊先至上位嘅啫嘛。如果以香港嘅標準嚟講，我諗商界第一睇唔起就係佢哋，係咪？嗰啲商界嘅管理層，大佬聽到佢哋嗰啲英文已經皺曬眉頭啦。唔係你見到阿何柱國啊，佢點樣去講啊吳秋北啊？佢咪呢啲咪就係咯？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真心諗咩？你諗你吳秋北呢啲咩人嚟㗎？即係你自己喺度公然喺度講阿李嘉誠係曱甴王，你係算老幾啊？你自己佢話 share 人哋啊嘛，係啊，佢 share 嘛，咁咪即係你認同啦。咪就係你認同，你唔認同呢啲？你認同點會 share？ 如果係咁樣嘅話，你點會鬧 NBA 嗰個總經理啊？人哋 share 啫喎，都係 share 嘅啫嘛。係嘛 ？Stand the Hong Kong 唔係佢創幫，咪就係咯，創作出嚟嘅喎，都係人哋嘅圖嚟，因為你真係 share， 咁你自己等於係認同咗佢係曱甴王啦。即係所以點解人哋何柱國都要鬧你？咪何柱國好嘢啊！而家。係嘛？出全版廣告啊，就係話拭目以待，睇下林鄭點樣兑現當年啊個選舉承諾啊。會唔會因為阿田北辰所講入唔到境嗰個富豪係咪佢啊？唔知啊，可能坐私人飛機。係啊，有網上謠傳話係佢，我就未聽。有好多謠傳嘅，唔知道係邊個其實。咁佢當然係其中一個，但係佢唔高調啊嘛，佢唔低調啊嘛，因為阿田北辰講過就好低調嘅，其實就哇低調親共富豪，低調咁又係喎，低調呢個標準又唔啱啊！但我又覺得好奇怪，又好即係矛盾，因為你親共得嚟咧，你親共唔可以低調嘅呢個時代係。而家全部都低調。係啊，而家奶共一定要奶出樣嘅要。哦，呢個就因為個老細重口味啊嘛。係啊，佢打格仔唔中意㗎，要全打真軍㗎，其實係。係啊，要四仔奶共。係啊，四仔式奶共啊要，即係點講啊？唔核突，唔收貨啊。係啊。
即係而家去到咁嘅地步，所以點解成個建制派大家就賴曬林鄭？其實我問你自己問心嗰句，喺送中裏邊，你哋做得咁核突，自己拖個陳同佳出嚟，呢、這個咪原罪咯？我想問下林鄭，陳同佳而家喺邊啊？管浩明。有人講啊，邊個阿頂啊，阿周浩鼎啊，周浩鼎咧，佢就嗰陣時講啊嘛，即係佢只係落個選啦。佢嗱佢都唔知點算嘅，係嘛？你問佢，佢而家出年嗰個立法會選舉點安排？佢話聽黨安排啊嘛。我諗佢梗係想翻翻去直選啦。咁你翻翻去直選，你真係同自己有爭位噶咯喎，爭呢啲咁樣嘅，佢係咪翻翻去新東咧？嗱，如果翻新東嘅話，坦白講，你要俾公職佢，你咪派嗰啲江門市政協、惠州市政協咯，大把。掹走啊！陳小春咪俾個惠州誒，陳小春好似攞人喎，好似嗱，你揾你俾得佢做啦，佢梗係要有啲 return 翻俾你先得㗎。如果你自己本身連立法會議員都唔係嘅時間，佢養嚟做乜啫？我想問下周浩鼎憑乜做立法會議員？咪就係咯，喂，大佬啊，劉國勳呢啲憑乜做立法會議員、啊？嗱，所以嗱，而家呢啲嘢咧，我覺得係唔係偶然嚟嘅。點解有啲人又突然間爆佢啊？有黑材料啊？又話周浩鼎。是啊，做咩婚外情啊？佢好似唔知话佢老婆系咩嘛，即系咩纽约时报记者定系点样啊嘛？又爆系爆佢好有婚外情啊！老婆有爆佢婚外情，好似系我听过系。咁、喂，呢啲嘢边个爆啊？如果你同佢个党友几党友争位，你想翻翻去新东嘅话，边个知道你嘅嘢最清楚？嗱，所以咧。你今次嘅區議會選舉大敗啦！如果林鄭唔養佢嘅話，你下你入邊互咬啊，嗰、個作用係會摧毀成個民建聯嘅可能係。咁你咪叫中資養住佢咯？喂，係啊，應該係嘅，其實。中資咩都冇，錢大把係咪？中意印幾多印幾多？你咪叫中國路橋、中國海外、中國建築請曬佢哋咯。即嗱，區議會選舉慘敗啦，其實個效個後果咧就等於好似共產黨啊。解放軍裁軍咁大鑊嘅，其實係啊，係啊，你解放軍裁軍，喂，你諗下，喂呢班友，喂佢又打得，又又好多唔同嘅一啲暴力技能，喂大佬，佢變咗省港奇兵，會令到你好大鑊嘅，其實係。我覺得解放軍裁軍係大鑊啲嘅喎，係咩？因為呢班友係唔打得嘅喎，係喎，嗰啲解放軍嗰啲都係識暴力，但又唔算技擊、槍擊乜都識。但呢班友知道好多黑材料喎。邊度敢講啊？你睇鄭若華個下場，大佬一懷疑你會篤灰，即刻夾翻北京啊！大佬，我諗佢篤咗噶啦，其實篤咗噶啦。我覺得《金融時報》嗰料都係佢透露俾《金融時報》啊，我唔想撈啊，話俾你聽。嗱，但係問題就係咁啊！你如果養住呢班友，呢班駐米大蟲嚟噶嘛，係嘛？咁你諗下嗱，我覺得咩咧？佢會篤幾樣嘢嘅，大家密切留意。第一，大學。是開個位俾佢哋。哦，係、哦、教通識、教乜春呢啲，大家一定要金睛火眼及實。邊個 department 一條咁嘅蛋散嚟嘅話咧，如果唔反抗嘅話咧、學生都要反抗。我覺得第二，我成日都話社福機構呢、這個最容易呃嘅，因為你坦白講，法定機構咧，即係嗰啲機管局、金管局、呢個嘅房委會有條法例嗰啲咧，佢個法定人數有限啊嘛。你佢原本已經有一扎民建聯喺度噶啦嘛，你唔可能掹走嗰扎又再呃落去噶嘛。咁佢所以我呃落去，我覺得好多會係咩咧？第一擺翻去當區嘅一啲嘅地區嘅委任，然後跟住再到係咩咧？一定係同民生有關嗰啲嘅諮詢委員會同法定機構。咁所以我就話呢啲一定要金睛火眼及住，因為佢我唔覺得佢完全係淨係錢嘅，佢要佢 keep 住佢政治上嘅曝光機會。他就去攞住嗰個身份去見官啊，成就打龍通啊嘛！佢已經後邊有曬 game plan 喺度噶啦，到時佢就攞住房委會嘅名義，然後走去即係政府有政策優惠政策出台，佢就收風早三日啊嘛！佢要 keep 住個身份先得噶嘛？如果唔係憑咩身份去收風早三日？喂，咁所以其實我哋應該要有啲人咧去跟蹤呢一班落選議員嘅去向先得喎，一定要即係人盯人咁樣樣，十八區人盯人咧先得。嗱，你有原因嘅，你見到阿馮偉光咁慘啦，好似去咗賣保險啊嘛？好似係啊，賣咯。其實佢咁仲發達啦，其實即係賣俾藍絲，藍絲邊有錢啊？唔係，如果係藍絲有錢，美心、優品、三六零就唔會搞到咁啦，排緊隊啦門口。是吧藍絲永遠不會用自己錢去支持那些藍店的嘛。即等於那些保險公司你不是叫陳茂波那個什麼許氏找換店不是請他們在那裡做找換咯。哦啊、陳茂波的老闆就是許氏找換店的老闆咯。那麼多間在那裡
咪叫阿麥美娟喺度做唱錢咪得咯？喂，啱喎，似喎，又夠粗口，係啊，係咪？唱少啲字，你鬧佢，佢鬧翻你添，咪用粗口啊！咁多嗰啲嘅福林啊嗰間，福建嗰間，叫佢哋做知客咯，係嘛？唔使喺門口登記啦，梗係有權力噶嘛，可以俾邊個入，俾邊個唔入啊嘛。即係買位喎，要係。係啦，要行賄，要買位啊嘛，咪啱佢哋咯。喂，咁富林都好多間嘅，好似好多。點解唔請佢哋啫？係咯。所以我覺得唔係純粹係錢嘅問題。唔係，但係我驚 Starbucks 會請佢哋咩斟咖啡嗰啲乜嘢，大佬完全格格不入喎。我諗日日俾人裝修，我諗。如果麥美娟喺邊間 Starbucks 做嘅話，日日俾人裝修，我諗好大鑊啊！真係嚇，或者日日走去買咖啡，大家輪住走去買。佢個樣子就啱做酒樓多啲嘅，其實就嚇。我覺得唔係，佢似碧瑤嗰啲清潔大嬸，我覺得都似嘅。你覺得係咪啊？即係嗰啲，即係後邊寫住碧瑤嗰啲咧。然後走去攞個掃把懟你嘅腳嗰啲啦，我覺得佢似嗰啲縮腳咁樣，縮腳嗰啲係啊。然後噏一聲將啲嗰啲嘅洗地水倒落你嘅腳啊嗰啲。咁啊，張國軍似咩？似嗰啲縮骨師爺，我覺得縮骨師爺係啊，或者教人門稅嗰啲會計師嗰啲咁嘅樣，我覺得都啱喎。佢本身係做呢行嘅咩？佢係咪？佢係律師嚟嘅，張國軍係。咁啊，葉傲東即係阿葉國忠個仔，葉國軒個侄做咩咧？真係諗唔到喎呢啲，即係唔係好簡單啦？叫阿李兆基個仔收留曬佢哋咪咯？新家園協會啊，即係阿鄭永信以前打工嗰度啊，係喎，咪專係派奶粉啊，俾著數啲新移民中票噶嘛，都得喎，咪全部叫新家園協會請曬佢哋咯。總之你斗領都唔好用公帑，我覺得係咪用一蚊都反面，我覺得。喂，呢個直情係原則嘅問題，我唔係同你講錢咁簡單。如果是這樣的話，整個普選選舉的意義是不存在的了。沒有的，其實是他等於他自己顛覆了這件事嘛，其實自己就是。是嗎？那你不如另立一個落選區議會吧，如果是這樣。即是落選區議會做影子區議會這樣吧。這班友你記不記得啊，梁振英不是號召他們打遊擊的。是啊，打遊擊上山嘛。是嗎？去請願去區議會。大佬個個身嬌肉貴。喂，大家想想工聯會頭目住在哪裡？西半山的。陳婉行住乾德道嘅，其實係、啊、真係已經係上咗山嘅啦，住咗上山嘅啦，係。係啊，所以你諗下，如果係咁樣嘅呢啲咁嘅，已經係大家當曬自己係呢個社會精英。梁振英係講嘅啫，佢唔會帶頭做啊嘛。佢自己都唔會啦。係啊，佢都係鍵盤戰士嚟嘅啫嘛，佢都係。喂，佢自己本身都落咗選啦，佢已經冇得選啦，係嘛？你唔見佢上山打遊擊？係喎，係嘛？又上太平山咯，佢屋企上咗山頂咯，佢係。佢就喺度做一個口頭鬥爭委員會，係嘛嘅會長。鼓勵大家去鬥爭，鼓勵大家去鬥爭，即係眼神防守又係。係啊，坐喺度望住你睇你點死嗰啲咯。咁佢有兩個馬仔嘅，上次 FCC 咪有阿高靜芝同埋阿馮偉光去傍住佢咯。係咩？哦。呢啲真係巴打斯打啊！真係，哇！係真係巴打斯打喎。係啊，真係忠誠戰友啦。咁但係嗱，我覺得咧，大家記住，而家咧政治風向係有變嘅，我覺得。係。我自己觀察得到，係因為國際形勢咧，嗰個的而且確構成一種壓力。係。咁啊，鄧炳強落翻嚟之後咧，仲話都要咩剛柔並重啊，好似係。剛柔並濟係啦。剛柔並濟。咁我估上去就係唔係咩去天安門呢啲係假嘢嚟嘅。真正就係接受呢個中央嘅訓示。落嚟香港應該點做？咁十二月八號你睇到啦，即係當日嘅做法，現場就冇防暴警，防暴警就部署喺海旁，全部喺海旁嘅。佢守曬嗰啲位啊嘛，做布袋型嘅一個部署啊嘛，其實係。係啦，就同以往我所見到嘅遊行嘅部署係有啲唔同。係啦，都比上個禮拜斯文咗添。上個禮拜咧就喺度即係無中生有，就話呢班友咧喺度掟煙霧餅啊、掟磚啊咁樣樣。就喐啦，就射啲磚啊嘛，已經係。即係咁都得嘅喎，即係冇佢都作到有嘅喎，真係。啲記者咪話喂拗曬頭啊，大佬。點會有呢啲乜嘢啊？我冇人影到喎。咁你再加埋之後《人民日報》嘅評論員文章，你睇到啦。佢話咁咪好咯，大家和平遊行等等呢啲咁嘅嘢，即係話佢會喺政治上出招啦。嗱，政治上出招就係兄弟爬山嘅考驗嚟嘅。係啦，佢一鐵板一塊咧，我哋就不會割席嘅。因為鐵板一塊啊嘛，大家都係絕望反擊啊嘛。咪政治出招，你咪見到勁咩咩共青團中央啊，佢嗰啲咩微信號啊，嗰入邊講嗰啲嘢咯，大家附和大風向啊嘛，係咯，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咧，第二樣政治出招咩咧？就係、是、扮做咧，就係、是、提出政治方案去解決。咁第一個就係叫做獨立檢討委員會，
咁啊，范鸿龄即刻督爆噶啦，就係話獨立檢討委員會需要有引用呢個 Independent Inquiry Ordinance 嘅法定權力。咁即係其實係冇裝咗牙齒喺入邊。冇裝牙齒嘅，如果唔係就好，即係話佢已經 tip off 就係要收貨咧，就一定最少你有傳召權，有準司法嘅。即係呢個調查權，即係冇獨立調查委員會之名，但係有獨立調查委員會之實，係啦。咁但係佢亦都蘋果亦都收到風喎，佢話淨係查四單嘢，就話勾四單嘢出嚟查。六一二係啦，七二一、八三一同埋新屋嶺係啦，新屋嶺。咁但係喂，你最大鑊，你拉得最多人嘅就係理大中大事件，竟然冇喎。嗱，我覺得如果佢成立嗰陣時候，就要將個壓力向前推啦。係。立場一定不能接受，加碼咯要。不過要提出我哋嘅要求，係包埋中大理大事件，包埋性侵事件，荃灣警署，係嘛？啊，葵涌警署，好似葵涌警署應該。葵涌，即係你係咪講阿 Sonia 嗰單嘢 ？Sonia 嗰單嘢係葵涌。係啦，咁然後咧，即係要用呢個嘅即係切 salami 嘅方式。係。咁然後大家有默契地去 push 嘅，我覺得應該。嗯，即係運動繼續持續，呢個唔可以因為佢已經作出任何嘅呢啲瓦假嘅讓步而消除呢個政治壓力，因為政治壓力嘅目的唔係淨係獨立調查，而係我哋所要嘅第四個訴求就係呢個嘅特赦。嗯，係因為警政府嘅處理失當而令至到咁多人被捕，呢個唔係法治問題。我再講呢個係政治問題。如果法治問題，我問你林鄭，你點解釋七二一到而家都未起訴？而竟然在理大、在佐敦和在油麻地被捕的那接近超過一千人，是吧？起訴那二百多人是一日第二日就過堂。當日在七二一裏面的黑幫暴動毆打市民拖幾耐啊？六條友下個禮拜先去區域法院答辯啊！你知唔知啊？五個月啦，已經係。其實他哋仲危險嘅，因為他哋嗰陣時真係無差別咁樣對待市民啊嘛。你問邊個危險啊？佢打市民咯，佢係。係啊。同喺佐敦嗰啲出嚟聲援理大嗰啲市民，你話邊個危險啊？係咪？所以我話你同我講法治，而家真正踐踏法治嗰個係佢本人啊嘛。嗯。所以呢個冇得傾，我覺得。嗯。但係大家一定有個心理準備，分化係越嚟越犀利嘅，一定係。唔單止分化 L 出動。佢亦都會真係會出招啊！兩樣夾埋嘅一定係。嗯。跟住你見到方仲賢事件，你睇到嘅其實。其實。將你嘅裂隙扯大，岑子傑事件將佢嗰個裂痕大家拉闊拉大，然後就製造一啲假嘅互相指責嘅情況。仲有其實呢個佢嗰個叫做係特赦都唔係未必會做嘅，即係等於就係阿周浩成之前講過嘅提出就係以十八歲為界啊嘛，十八歲為界以外就係其實同係同將來劃線啊嘛，你接受咗你丟之後咧，之後所有人就算十八歲留下嗰啲咧都要捉，咁呢個亦都係分化嚟㗎，其實係，咁所以如果你話要齊上齊落嘅話，你係爭你係爭取一樣嘢就係所有人齊上齊落。你問我啊，如果我覺得啊。特赦包埋上次旺角騷亂梁天琦，呢一班坐緊嘅政治犯，嗯，一定要包埋落去。如果特赦，嗯，如果而佢哋都係因為政治原因而去被咁樣判刑噶嘛，嗯，如果係特赦政治犯嘅話，呢，嗯，個就係全面嘅特赦，亦都冇年齡嘅界線。我覺得，嗯，你唔可能一開始已經接受咗佢哋嗰個界線嘅。其實，嗯，曾玉成所講，我都係佢哋底線嚟嘅。但如果你一開始接受的話，就沒得談判了，根本是，啊，而現在面對的問題正正就是沒有一個代表，所以大家都會有機會可能被人去分化的，這個，大家一定要有心理準備。我的態度都一樣，我覺得如果那些人是大家信得過，看他們過去的行為，嗯，是自己兄弟姊妹的話，無論說錯一句說話好，做錯事都好，什麼都好，或者你不同意都好，都是用一個正面善意的角度去批評，嗯，去俾意見嘅啫，我覺得係嘛，嗯，或者可以建議佢哋點做，因為我覺得喺聖誕節之後呢，這個大分化就會開始嘅。當中共政治出招嗰陣時候，嗯，四個官員落台之後，就到出年兩會林鄭落台啦。嗯，咁你諗下，如果喺咁嘅情況下邊嘅話，調查委員會開始嘅話，呢，這個就係大分化嘅開始嚟㗎啦。其實，嗯，佢要喐。即係要製造呢個分化現象好容易，因為佢有好多掣撳啊嘛，其實係啊，好多人好多 KOL 會幫佢做呢樣嘢啊嘛，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大家要提高警覺，嗯，最重要係咩咧？仍然係記住我哋嘅初衷，
係咪？由一開始走到而家呢半年嚟，即係血與淚啊！真係，亦都冇一個妥協嘅餘地。無論談判嘅策略係點都好，一開始一定係要擺出一個不能妥協嘅一個姿態嚟嘅。咁啊，最後尾想提一提嗰個嘅制裁法嗰個問題。咁而家咧就係歐盟咧就嗱，其實嗰個全球馬格尼茲人權法咧，英國都已經係講咗，當時嘅保守黨嘅外相啊，呢個藍濤文都講咗，就係話喺脱歐之後，佢哋就會處理呢樣嘢嘅，就係咪會引入呢個嘅全球馬格尼茲人權法呢樣嘢？嗰個就唔係淨係針對香港嘅，其實就算脱唔脱歐都好，脱唔脱歐咧，我諗都要面對噶啦，因為咧。如果不脫歐的話，因為歐盟也在做緊嘛，咁更加不需要英國自己做啦，係咪？咁所以呢個就似乎不關脫歐事嘅。脫唔脫歐咧，咁嗰個影響嘅可能就係嗰個 BNO 嘅前途問題嘅啫，可能就係、是。咁你呢個馬格尼茲基，如果係歐盟佢都可以立法嘅話，嗱佢因為其實而家我哋新聞見到咧，就係、是、其實佢立法嘅程序咧，可能佢係同美國咧，可能比美國快啲添啊！佢話幾個月就可以搞掂。對歐洲議會過。因為佢歐洲議會咧，其實就係、是、嗱，佢而家就係已經有個共識，係一齊都會去立法嘅，會啟動咧立法程序。你啟動得到嘅話咧，咁就可能好快啦。因為我哋要大肆宣揚喎，將呢樣係啊，咁即係等於我哋喺嗰啲落選議員嘅辦事處嗰度。我哋未來啊，我哋未來而家呢個抗爭有新方向啊，係啊，就是、有新嘢搞啦，又國際遊說團又出動啦，國際戰線2.0係啊，勝利啊又係啦、啊，全球制裁呢、這個核彈嚟嘅，因為你喺歐洲咧，你29國都做到嘅嘢咧，其實就等於你令到呢班咁樣嘅狗官，所以佢即刻要揾嗰啲新疆黨委書記，揾啲新疆嗰個副書記。找個新疆人出嚟講話，即刻畢業，呢個職業訓練所已經全部畢業咯。你問我呢個咪就係認低威咯，已經係實際，我估計係假噶啦呢個。但起碼表面上佢都要去面對呢個國際嘅壓力啊嘛。梗係啦，因為新疆呢壇嘢係核突到不得了嘅，其實。而佢冇估到就係其實點解新疆會搞到咁大鑊咧？呢個同香港嘅有互動關係啦。因為你香港搞到咁大鑊，啲人就會睇翻喂。原來你自己在新疆都仲大鑊喎，其實係，咁其實嗰個連動作用係好大嘅，唔係話我哋咩五獨聯盟乜乜乜乜啊，嗰樣嘢大家都係將個苗頭集中翻，其實大家睇翻，喂，根本上個習近平之後，你一侵害人權嘅問題咧，係其實佢自己就係矛頭啊嘛，佢就係始作俑者啊嘛，其實你見到即係你大陸其實都要，你就算共產黨，你都要割席嘅，你都諗下割席嘅，其實係。佢冇得割啦，係咪？嗰份文件《紐約時報》文件出曬之後，點割啊？我意思就係嗰啲地方官要同而家全部上曬習近平頭上㗎啦，已經係啊。其實你已經等於個矛頭就好清楚啦。其實打佢啦，唔關我事啊，咁。係啊，你嗰制裁大棒打到嚟咧，嗱呢個亦都有嗰個叫做係嗰個恐懼鬥失效應喎。其實係喂，大家開始喺度捉呢一個呢個人去犧牲啦。是吧最容易捉的就是習近平他就是始作俑者嘛。現在你看到、啊、澳洲加拿大都在做那個制裁的、日本都開始想立法程序是日本都開始想、啊、韓國都開始了。這個也不是單純香港真的這個是全球圍堵中國、就是一個新冷戰的形勢上次我們說這個北約70周年那個的就是說那個 anniversary 那裡。世倫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就是、他在歐盟他自己本身有一帶一路的基地，他自己有匈牙利，有即係波羅的海，即係捷克嚇，即係有甚至乎有埋意大利啦。點解都阻唔到啦？因為呢、這、一個呢、這個歐盟版馬格尼茲基呢條法案咧，其實係共識制嚟嘅。即係如果你一票反對，一個國家反對咧，你都唔得嘅呢。但係點解佢哋唔會 say no 咧？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咧？我覺得最主要就是他們都想 leverage 多些利益，一來啦，二來其實有沒有想到其實根本上呢中國在一帶一路的兌現他自己本身他自己承諾的東西是兌現不到的，根本上他們對你都沒有耐性了，已經是口爽荷包立，你連你自己隔離你看這個斯里蘭卡和巴基斯坦已經看到了、就是、你看看這個喂最聽你話那個叫菲律賓喂，佢都喺度，即係開始對你唔耐煩啦，開始去提翻呢啲叫做係南海問題，係嘛？佢莫財啊嘛，正正就係見到你莫財。喂，你自己本身
即係喂，你咁多人派，你個個你都開喺度喺度開 blank check， 喂，你幾時輪到我啊？喂，所以我唔信你啦，大佬。喂，我寧願我自己手上攞到啲籌碼，呢樣仲緊要，其實係。因為好簡單嘅啫，我覺得呢、這個集包子大殺幣咧、啊，其實係一個笑片嚟嘅。呢、啊、啲國家對一帶一路咧，亦都係咧，根本上人哋就唔係個心去支持你。呢、這個不能夠等同於二戰之後美國嘅馬歇爾計劃。呢、這個就係走肉朋友啫嘛。係啊，美國嘅馬歇爾計劃就係成個歐洲已經係陷入一個嘅即係荒蕪廢墟嘅狀態。啊，所以美國的驚援當時是很重要的，因為美國本土是沒有受到戰爭的傷害。但是今時今日，當然你說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很多歐洲國家的政府破產、嗯、但是人家本身不是一個廢墟來的嘛。第二就是你那個驚援其實根本不是驚援來的嘛、嗯、你實際上只不過就是用趁便宜買東西，然後就夾人家拿這個特權嘛，拿租界嘛，好像斯里蘭卡、科倫布的港口、啊嗯、漢班納港、啊、這些全部都是這樣的東西嘛，包括呢、這個趁呢個希臘危機就夾走咗嗰個貨碼頭嘛，貨櫃碼頭嘛，唔知道用呢個咩 cos 中國遠洋定乜鬼嘢，即係控制咗人嘅碼頭，而家大鑊啊！而家又面對啲工會啊嗰啲咁嘅嘢，根本大陸佬嘅國企係冇能力面對呢啲歐洲嘅基建嘅管理嘅，我話係咪？香港最叻嗰個叫李嘉誠㗎啦，已經係，但係佢李嘉誠投資嗰啲港口碼頭都係喺民主國家，係一啲健全嘅民主國家裏邊嘅，譬如荷蘭啊呢啲、英國啊呢啲。但係諗下，你走去希臘呢啲咁嘅國家，佢賣得俾你，佢後邊孭住嗰啲嘅退休員工嗰啲福利，係咪等於當年李澤鉅收購家航一樣？嗯、一睇盤數，梗係唔賣得啦，買得邊個邊個買邊個死啦！但係中共係因為唔會睇數嘅個政治嗰個要求去買啊嘛、嗯。你買完之後，我想問下你點 manage 啊？嗯、你盤數點搞？你除非你 assume 即係海航一樣嘅啫，你以為啊，原來銀行唔會收遮嘅，唔會山閘嘅。嗯，咁你先至可以用港航嚟去買飛機，然後就借翻俾租翻俾佢咁樣嚟去套現啫。但實際上，當銀行一收遮咪冇咯。而家一帶一路就係面對呢個問題㗎啦。我覺得你冇咁多嘅錢嗰陣時候，你點搞？而且佢仲揭露一樣嘢，喂，就係你中共你自己都莫財，你都要問呢個細銀借錢係嘛？你咪做乜嘢問細銀借錢咧？嚇、啊，你又唔係真係好有錢喎、啊？嗱，點解你而家？跟美國佬做deal啦，點解呢一個叫做係第一階段嘅貿易協議咧，一定要揸乾你，每年要你買400-500億美元嘅美國農產品，就係咁解。睇準啦，你中國而家就係外匯開始枯竭啊嘛，你有剩錢，原來你就係喺度大殺敗，搞一帶一路，然之後同我喺度爭呢一個政治影響力。喂，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咁我寧願揸乾你。其實呢個咪就係當年六十年代老毛輸出革命嘅一個翻版咯。係啊，自己裏邊就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係、啊，跟住再支援阿非拉兄弟革命，咩安哥拉遊擊隊啊、越南胡志明啊呢啲、嗯，結果咪就係咁咯。糧食就送咗去非洲，嗯，送咗去呢啲越南兄弟國家，其實咪一模一樣。其實大即係翻版嚟嘅，根本係。你 assume 你自己好掂啊，以為某產一萬斤原來係流嘅，你而家亦都係一樣。你假設中國嘅高速經濟增長可以係永久增長，佢而家仲戇居到咧，就話喂，未來幾年啲電腦唔可以用美國。係啊，換喎、啊，我話俾你聽，你試下軟硬件都唔用美國嘢，我想問你用乜？你除咗用算盤之後用乜？係咪？我攞嚟講嘅啫，你千祈唔好信。我話俾你聽啊，大陸而家假新聞多的是，共產黨。係啊，《金融時報》報。我覺得共產黨自己製造出嚟嘅假新聞嚟嘅，根本係。佢嗰種而家嗰種民族主義去到個地步係冇辦法支撐落去。你諗翻起五年前，點解要製造呢個咁樣嘅2025 Make in China 呢個咁嘅報告書出嚟？根本上就係為咗咩啊？為咗餵食自己國民食鴉片啊嘛！用一種虛榮的虛假的民族主義，我們稱霸全球，來去鞏固習近平的政權永續執政，為了修憲嘛。整個 game plan 就是這樣的。但我覺得就是這樣，你造假去騙人自己國民，你就不要自己都信了。結果美國佬就當你是薩達姆大殺傷力武器，執住你這個假 report， 就來在那些英派那些智庫，什麼 Hudson Institute 啊、彭斯啊，那些什麼百年馬拉松那些作者，係咪就喺度吹啦？哇！挑戰我哋五大產業喎、航天科技，大佬、我想問一下，而家中國仲係上到月球啫喎。係啊，佢憑乜嘢挑戰人哋航天科技？係咯，大佬國產嘅飛機，如果掂嘅就唔使年年去波音買飛機啦。嗯，好似自己研發嗰個飛機，連大陸航空公司都唔敢用，
佢而且佢入邊好多都係外國貨嚟嘅，佢喂根本就係來料加工嘅啫，組裝啫嘛，嗰、那個咁嘅所謂航空母艦係嘛？咁、你全部呢啲咁嘅嘢，根本上你就吹大咗，吹到一個地步之後，然後再亞投行一帶一路，係、幾年前梁振英嘅年代，哇幾風光啊！2013、2014嗰陣時，係嘛？講到自己點點點點點點啊，拯救全世界。喂，而家你問我香港問題係最後一根稻草嚟嘅，真係。係啊。同新疆問題一樣，你有錢頂住人哋隻眼開隻眼閉啫。唔係，所以其實當你冇錢頂住嗰陣時候就嚟料噶咯喎。啊，所以其實點解其實香港好緊要就係因為佢攞嚟吸外匯啊嘛。你點樣搞咁多大白象？就係要攞呢啲大白象嚟揸香港啲外匯。香港就係一個印美金嘅機器。係啊。中國就最需要就係美金。點解阿里巴巴喺呢個示威者不斷掟汽油彈，仲要嚟香港上市啊？喺深圳上啦，扮喺上海上啦。點解要嚟香港啫？因為你喺上海上，你係吸唔到外資噶嘛。你唯獨寫香港先有噶嘛。咁所以就係呢個問題啦，係嘛？所以佢越係話香港誒冇前途噶啦，你班廢青搞啦咁樣，越係證明咧，當中國越撲街，香港越重要。呢個係正珠由1949年開始，當中國頭嗰30年閉關鎖國，香港就係經濟騰飛。啊，係嘛？呢個唔係話我哋黑心，真係個事實就係咁樣。即係你而家見到個苗頭咧，當一帶一路開始崩潰，好似唔係點講添啊！一帶一路好少講啦，佢就算係最近呢、這、一個四中全會都好似冇點講嘅，其實係唔講啦，已經係唔講啦，已經唔講啦。係啊，可能已經係即係唔講就不存在85,000咁啦，已經係唔出奇。唔係佢根本上習近平，你見佢嗰啲講嘢言行啊，其實係好似董建華。嗰種打假大空啊，自大財疏啊，然後你講真係似，我覺得真係似，即係裏邊其實係草包子，啊、然後咧就聽埋咧就淨係識一啲嘅虛詞，係啊，講一啲嘅願景啊嗰啲咁嘅嘢，實際上係冇執行力嘅人，亦都對嗰個形勢嘅研判咧，係好差嘅。如果係嘅話，香港係唔會拖半年嘅，我覺得越拖落去咧，香港人嘅反抗越成形咧，其實佢係越大鑊嘅，其實。佢唔係想拖，我覺得，而係佢冇辦法，係冇橋去解決。都話其實《紐約時報》係最早啊，仲講其實講呢一個習近平，佢根本上就其實係完全係冇章法可言嘅，對香港問題係你唔知佢做乜嘅，根本就係啊一時一樣咯。你淨係得一招，就係用大陸嘅用，即係用恐懼治國。但恐懼治國對香港係冇用噶嘛？而家變咗恐懼治國係令到香港人更團結啊嘛！更團結，同埋好簡單，如果立區議會選舉前點會搞中大慘案同理大慘案咧？呢個係完全唔合常理嘅，我覺得根本係失控嘅代表嚟噶，係完全失控嘅代表嚟噶。所以大家香港人真係唔好妄自菲薄，覺得我哋咩都 achieve 唔到，覺得我哋做唔到嘢。係啊，我哋好快又有。喂，大佬，我哋面對一個全球最獨裁、最大嘅獨裁國家，係頂咗半年啦，其實已經係。你諗下，其實我哋亦都要多謝喺海外雖然得嗰幾百人都會係幫我哋一起去搞 stand with 香港嘅遊行啊、集會啊呢啲咁嘅朋友，我見到巴黎又有啦，即係倫敦又有啦，阿姆斯特丹啦、Melbourne 啦、Sydney 啦、Calgary 啦、Vancouver、Toronto， 佢哋好大首爾，佢哋好大壓力嘅，因為其實佢哋搞嘅時間咧，咁你老共又整一 team 人去同你唱對台戲啊，又打你哋又有剩啊咁樣樣，其實而且佢哋亦都人唔係好多啊，其實。因為你見到我哋睇翻啲畫面，我哋睇喺香港睇翻翻嚟咧，我哋睇到好似好犀利咁，但係其實咧，當地人其實對佢哋支持其實未必係好大嘅啫，其實係近來先至承認嘅啫，其實佢哋自己本身都做咗好多嘢嘅，其實係嗱呢個亦都係咧，香港我哋話香港嘅 charm 喺邊度咧，好多離開咗香港嘅人，過去由80年代開始，特別係80年代走嘅人咧，今次好多人咧係支持香港。奮身支持，因為佢哋都係不情不願咁離開。當時係因為恐懼，89年恐懼呢個中共嘅呢個鎮壓天安門。咁所以到佢對佢哋嚟講咧，嗰個心啊，我覺得同香港人係冇變過嘅。即係嗰個雖然佢哋可能喺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或者英國好多年，我諗佢哋最唔甘心嗰樣嘢就係其實睇住香港咁樣淪落，俾一班咁嘅左棍。二嚟最唔甘心嗰樣嘢，佢哋身為香港人去到海外而定居嘅時間，俾人哋當係大陸人咁一齊看待。我覺得呢個係令到佢最唔甘心嘅。所以一香港一有危機嘅時間，一定要企翻出嚟。佢哋嘅團結都唔係容易嘅，其實係唔容易嘅。你知道香港人都中領館有好多分化嘅，係啊，
他用在香港的手法全部在外國都照用的，其實根本是一樣有温哥華的那些的意見領袖是受中共收買啊，商界啊、傳媒啊，被他們收買一模一樣的，其實是。所以我就是說呢，香港 achieve 了的事是我們 connect 回全世界的華人。你留意一下，馬來西亞的華人都很支持香港，新加坡，喂，我們那個遊行啊，最詳細報導是新加坡海峽時報，英文的海峽時報。但新加坡很多藍絲客，我都唔係，但佢有些人真係即係雖然過去香港、新加坡的即係兩個城市互相競爭，但佢哋係真係 feel 到大陸的威脅噶嘛？咁係嘅，係嘛？佢一樣 feel 到嘅，其實佢嗰啲大陸移民在當地嗰啲行為，佢哋唔知咩？佢哋一樣知嘅，其實只不過因為佢嘅政權嗰個傳媒環境啊冇咁開放啫嘛。台灣啦，亦都係啦，日本亦都係啦。所以話呢個係即係好多時候。一杯水你看到你可以看到啊，碟仲係得半杯，但你另外一個看法就是好彩仲有半杯，所以我話香港下半場半年已經半年，2020年已經嚟緊，最近啲傳媒揾我已經係講緊一年總結啦，已經係係嘛？其實一年總結我都話啦，呢一年真係過得好漫長，即係我唔知道你覺唔覺得啊？係㗎，即係一種度日如年嘅感覺。係㗎，就算即係我記得我七月。七月的時間我都即係去了一個禮拜旅行，其實那段時間即係我屋企沙田那邊又搞遊行啦，其實係去得好唔好唔開心嘅，其實係。係啊，個心掛掛嘛。係啊，心掛掛嘅，其實係。但係我覺得亦都係即係我相信好多人係呢半年嚟好 proud of 係自己作為一個香港人。嗯。時代周刊已經選出呢個最後五強嘅呢個 The Person of the Years。嗯。2019年的風雲人物最後五強，咁香港示威者是入圍，網頭已經 number one 嘅啦。我哋彭博好已經上咗啦，我上個禮拜都上咗啦。彭博就啊，咁我好希望呢、這個，即係起碼好多人又會話俾你聽，誒呢啲係戇居嘅自嗨，大家千祈唔好咁諗，少少嘅開心嘅嘢，值得開心嘅嘢，大家都要圍爐。香港人係一個而家要靠圍爐嚟去捱落去嘅，真係係噶。就算是一小小的 achievement 都好，係咪得到國際的認可？香港人喎，講緊唔係香港呢個地方喎，係香港人喎。嗯，係咪呢個係一個嘅？我覺得係一個 honor。唔係你睇下，其實你前波蘭總統華里沙點樣講香港啊？佢話香港嘅勝算係比佢當日嘅波蘭係高嘅，其實係波蘭都好大鑊㗎。波蘭嗰陣時佢對住佢大選上台㗎，係啊 ，Solidarity 係大選上台㗎，係推翻波共㗎佢係，但佢面對嘅後邊就係呢個蘇聯，就係蘇聯啊嘛，咪一樣咯，係啊，大佬喺後邊啊嘛，喺莫斯科啊嘛，你懟冧華沙嗰個冇用㗎，係啊，冇錯啊，即係所以其實呢一個鼓舞好犀利，同埋佢嗰陣時佢講一樣嘢就係話其實香港同波蘭唔同啦，其實香港係得到更加多嘅國際支持，啊，肯定係，係啊，肯定係，嗱呢個亦都即係真係要。對很多付出的人，其實除了前線的兄弟，很多是在外國居港的，居外追住外地的香港人，怎樣做傳媒的國際傳媒的 campaign 啊？啊，怎樣在很多時候，即係都是因為個運動多元化，我成日覺得很多外國記者嚟到香港咧，佢嗰個香港人的嗰種嘅。真係感動到佢哋，係、那個感染力，那個團結，那個感染力點到嚟咧？就係、是、個團結啦，其實係啊，團結就其實亦都仲有包容性啦，其實係孕育到好多創意出嚟。你諗下，榮光歸香港，即係其實音樂係無國界啦，係感染到好多人。我哋見到其實音樂無，即係其實呢、這個呢首咁嘅歌咧，其實亦都好多唔同國家嘅版本，有日文、有韓文、有德文，你得法文、英文，得閒睇下 YouTube 台語，睇下嗰啲。國家嗰啲咁樣嘅唔同國家嘅版本，其實你睇下嗰啲國家嘅留言，佢哋講啲乜嘢？佢哋真係被感動到㗎，其實係 Stand with Hong Kong 呢樣嘢咧，你唔好以為就係得個講字，其實係好多國家好多人都係做咗其實。唔係，所以我咪話時代革命嘅意思就係由意念到實踐嘅過程嚟㗎咯。你諗下，好多時候我哋都冇諗過㗎嘛，嗰啲嗰樣嘢點解完成得到？點解做得到咧？咁。而因為有很多人願意去參與和將它實踐出來嘛，其實這個就是時代革命，就是說我們的目標是什麼，我們會全力以赴去完成它嘛，黃色經濟圈好，
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我哋會下一波要完成嘅目標。我希望做到嘅就係一個由罷工委員會發動嘅全港大罷工。呢個係媲美1925年嘅省港大罷工。咁樣嘅話，我覺得我哋嘅勝算更高。波蘭團結工會係持續嘅罷工，持續嘅罷工運動。咁所以我覺得仲有眼前仲有好多嘢做，其實都唔到我哋去悲觀。至於嗰啲喺側邊喺度即係做小丑嗰啲，大家就即係唔需要點理嘅啦。我覺得根本係。時代會慢慢將我哋淘汰嘅，其實。今集時間差唔多，記住支持我哋嘅可以用 FPS 2629640喺節目結束之前就將我哋遊行嘅圖片同大家一齊欣賞。好，拜拜。拜拜。